点水，哪来五点的响？关不掉。哦，原来是手机响了。喂？喂，部长，关于这次的微解封，目前民间……微解封了。来微服出巡一下，看看外头的情形有没有微微的微异啊？看一下外头的情形如何？哎呦！算了，外头的情势好像有些紧张，没事，还是乖乖待在家里安全。哎，而且农民力作最近啊比较危险，不宜出门，还是使用高科技好了。望远镜，看一下外面的情形如何。所谓人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。先来重点是巡查一下，从这个茶店开始好了。是什么？好大哦！真的，喂，是真的哦。这是做的。威力江山，威波荡漾。原来喂。麻烦写下实名字哦。名字？文明哥？还是要写下名字？啊？文明哥也不认识，什么态度？对，再来一下对。文明前锋，有为青年。接下来看一下其他茶店的状况如何，田野调查一下。你看这碗它又大又圆，你看这下面它又细又短。先生，您这是伪插入，要多收200块。舒服，喂，谢谢。哎呦，这今天休假没来哦。这家伙都没戏。微俏，来玩了，要不要来玩几玩一下？来了，迪迦，来了。我刚弄口渴啊，我来口渴解渴啊。维拉克，喂，哥哥啊，我是小威啦，您这久都没来啊，今晚要来送一个不？我降价500就好，五百，今晚我想来点台妹的台。我看还是亲自微服出巡验货一下。不是，你讲亮点是有效，吃花罐哦。不行，这是微服嫖妓之事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接下来来巡查一下大家旅游的状况。今晚我想来点为商务舱，为国争光，前进冬奥。谢谢。车来了，6-9点钟方向。我来了，冬奥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搭乘的不是商务舱哦，经济舱在另外一边。麦克上，我们出国比赛，天津白。体力不错，就这样用跑的前进冬奥渔港。来看一下这个微风广场的状况如何。
拄着痟的。哈、啊？喂，喂你。喂，老母啊，恁爸是白云，哒啦啦啦啦，危险手套。喂，危险手套。不好了，世界人口会消失一半的。看我金手指一弹。喂喂喂。喂。喂喂。唯我独尊，为所欲为，为乎其为，为的气了。上为电影，为伯君一笑。希望大家微解风情，为福部关心您。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伟哥的故事，你我的故事，赞呐、啊！哎呀，这金牌！啊，怎么样啊？不是在拍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知道开心就好，怎么欢乐怎么爱，这搞这个就跟搞体育一样，你看累得要死要活，苦练几十年可能也没几个人按赞，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支持鼓励，他们才能够有能量继续为国争光。好球，给金牌。下班了，下班。